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如果你能清净无碍，你进一步修善，因为人的善心是非常重要，经常的修善而不执着于善。我今天做善事了，哎呀，我今天做善事了，不要去执着。善良的人当然做出来善良的事情了，恶人当然做出来恶人的事情了。精进无为啊，精进无为，无所住心啊，当下即得自在解脱呀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，只要你不执着自己所做的一切，能够放下，精进无为，不为自己所得到和拥有的任何一点一滴去执着它，你就无所住着，也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挂碍在你的心中，你当然就自在解脱了。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把十恶法啊、十善法还有十念法都讲了，接下来师父跟大家讲一讲啊，学佛为什么讲究一个无我啊？学佛为什么讲究一个无我？因为真正修到无我的境界是不容易的，就是你修到一定的阶段，你完全我空了，就是不把自己的名啊利啊挂在心中，你就是无我。今天别人说，哎呀这个人升官了，哎呀这个人发财了，你已经没有人间的挂碍了，你不会去嫉妒，你不会去烦恼，你不会产生嗔恨心，产生各种的贪心，为什么我没有他有，这样的人就叫无我。但是无我的境界在佛法当中又绝对不是空的啊！你说无我了是不是空的？我无我了，没有这个人了啊，我什么都无所谓了，空的吗？不空啊。为什么？你在不空当中修成了无我，那么这个空还在不在啊？还在啊，因为你在色中有空，空中有色，在这个人世间人家名利都有，你呢想通了，不跟别人争名争利，你是不是在空中啊？色即是空嘛。但是人家说，哎呀你这个人什么都空了，想通了，实际上你在人间看得到的打财色名食睡全部都有的，你没有空啊，你看到了，只是你看到了之后你不去做，你解决了，你放下了。所以凡夫之人总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的我存在，真我，哎呀这是我的，那个是我的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啊？实际上人间的一切有什么我的你的，一切都是这个世界的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你的，你的肉身也是借来的，你的灵魂也是借来的啊！所以佛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当肉体死亡了，这个灵魂就永远的离开了。所以在人间的曾经有过的我就是一个假我，大家听到佛陀讲了吗？这就是一个假我呀，
因为肉体没了，灵魂离开了肉体，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灵魂的我，因为找不到实实在在的一个肉身的我，那这个就是假我。因为灵魂是自己意识境界的真实存在体。这句话比较深，师父给你们做个解释。因为灵魂是自己意识，意识就是飘渺的、想象的、思维上的啊，是属于五蕴的嘛。因为灵魂是自己意识境界的真实存在体，就是你的灵魂当中的一个灵性，一个灵魂，它是存在的，它有这么一个灵的体在你的体内。所以这个存在的体，实际上菩萨告诉我们，不是真的你，不是真的一个我字，只是当你出生在人间，有了这个肉体之后，你召见了这个灵魂，这个灵魂要进入你这个肉体的时候，它必须要有一个假我，就是假名，就是你这个人本来叫什么名字的，给你起个名字之后，你就变成老张了。有的人没有给他名字，就从小就叫他小六啊，因为他第六个孩子小六，一直到年纪很大了，人家还叫他小六，死的时候还叫王小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他名字当中如果改一改，活在半当中的时候，人家给他说，哎，你不要叫王小六吧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叫什么呢？啊，王富贵，好，就叫王富贵吧。那么从此之后，王小六就不见了呀，因为他这个假我体呀，那么就王富贵了呀。所以就是告诉你们，一般人看到的肉体，相信有一个我字的存在。你们一般的看到这个人，马上就想起来，哦，我认识他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叫王某某、张某某、李某某。实际上你的境界已经出偏差了，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假我呀。如果菩萨看到的，比方说你这个人骂你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假我，连我自己都找不到我是谁。他骂我的人、讲我的人，他是一个假的。那么很多人为什么要面子呢？因为他把自己当成是个真我呀。哎呀，我丢脸了，哎呀，我没面子了，哎呀，人家怎么看我了，哎呀，我以后在这个地方上班我不丢脸呐。这个我字存在你这个肉身当中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弄个假面具套上了另外一个人的脸，人家在讲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感觉，嘿，他又不是讲我，他们看见的都是另外一个人，你这个我相就不见了呀。所以师父讲给你们听，因为在人间虚空的假我实际上是四大皆空的了。为什么叫四大皆空？它是一个意识的存在啊，地水火风啊，风会吹走吗？啊，地也会没有啊，水也会流走啊，火也会烧光啊，风也会没有啊。你看看人呢，就是这样的呀。人家说一个人，人是四大假合啊之身啊，地是骨头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风嘛，就是我们说一个人伤风啊，啊，人身体上有风寒嘛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呢，四大假合，地、水，水嘛就是你的血液啦，你的身体上的各种水分的东西啦，唾液啦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地、水、火，火是什么？人家说火气大，实际上火是什么？就是一种血脉流量比较快，造成了血液循环加速，然后某个具体的一个身体部位造成了充血啊，然后呢不能把它调整到平复到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水平当中，那么火就升起来，火气大了呀，火烧了你的肝呀，
所以人家说肝火就旺，那么就要吵架，那么脾气就大了呀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假的是一个意识啊，你可以发脾气也可以马上不发脾气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不是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有一个人坐在公园里边啊，他躺在椅子上睡觉，结果有一个人走过来了啊，往他身上一坐，他气得站起来，刚刚想骂，一看对方是个瞎子，他马上就火气就下去。那么为什么刚刚的几秒钟之前还要有火气，那么几秒钟之后就没火气了？因为他知道这是假的，人家不是真心的，不是有意的来坐在我身上。因为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瞬间转换因缘呀，那就四大皆空呀，都是空的呀，所以意识都是空的呀。你刚刚想做这个事情，怎么突然之间不做了？所以有的人跟人家讲话，刚刚想发作，突然之间不发作了，他的意识形态起了变化了呀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比方说你们曾经做不到的某件事情啊，有一件事情你们做不到，但是你想象的我去做了，我去完成了这件事情，我成功了，但是最后自己也记不得这件曾经完成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这意思你们听得懂吗？就是师父告诉你们，比方说这件事情，我今天叫你去买东西啊，你呢没去买，你脑子里想象的我刚刚走出去，哦哟，走得来辛苦了啊，正好嘛又下雨，过一会儿雨好不容易停了，我把东西买回来了，拎得来很重，后来我回来了，你这个意识只要存在之后，经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，突然之间有个人问你，上次叫你去买东西你买了吗？咦，好像去了呀，还碰到下雨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人的意识它是存在的，人只要想象的某件事情，某一件事情就存在的，人把这个意识把它放弃了，没有这种想象，那么这个意识就不存在。你想象的别人会笑你，你会脸红脖子粗跟人家争跟人家闹，等到你想象的别人没那么看重你，你是谁呀，人家又不会当我回事的了，你马上就火气就消了啊！这就是佛法让我们懂得的四大皆空，人啊，我众生受者，这就是我们说当修到人我众生受者相啊，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的时候，他也要空啊。你这个四大皆空和那个四大皆空其实都是空啦，人空啦，走掉时候啊，众生也会空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受者也会空的呀，我相也会空的呀。所以你要找到生命本来的一个我，那么而那个我其实表面上是你找到了你这个灵魂当中的一个我，称之为一个我，这个我也是假合的我呀，哪有真正的我呀？因为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了，如果一个人造孽很深，判到地狱里去，魂魄把他打散之后，这个我就没了，从此以后就没这个我了。所以任何人不要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正的我。所以我们在九世田中的意识，那才是佛性，是你真正的灵魂，都不能说是一个我，是你的灵魂，那么你称它在九世田中的本性佛性，称它什么都可以，只是一个名称，称它，你称它什么也不对，它都是一个没有名称的一个这个真正的意识啊灵体。所以我们讲了《金刚经》曾经讲过啊，
须菩提，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佛陀告诉他的弟子须菩提说，凡夫者呀，啊，如来说即非凡夫，就是佛说了你这个人是凡夫了，其实你也并不是凡夫，只是名称说你是凡夫。那么举个简单例子，我说你这个人，哎呦，整天的懒惰啊，这个懒惰是名懒惰，不是你真正的懒惰，因为你以后不懒惰了，这个名称就没了，听懂吗？只是个名称是你懒惰。所以佛为什么要说既是凡夫又不是凡夫呢？是名称上称为凡夫，是名称上说你小懒胖子、小懒鬼。等到你长大了，你非常的勤奋，你这个懒胖子和小懒鬼还有吗？曾经称过的是名懒鬼。所以实际上凡夫经过学佛修心可以变成非凡夫啊！谁说你是凡夫的？谁说你是俗子啊？你改变了，你已经非凡夫了，你改变了，你是非俗子啊。学佛人在红尘当中又并非出家，所以是名凡夫。我们没出家呀，在家嘛说我们是凡夫，但是我们的境界又脱离了凡夫俗子，所以非凡夫啊。金刚经就是精彩的这种地方。所以学佛人和凡夫俗子啦，啊，圣人和菩萨啦，其实都是一个假名字啦。因为你凡夫可以变成圣人，你圣人可以变成凡夫啊，你俗子可以变成菩萨，菩萨可以变成一个俗子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凡夫，只是名称上称为凡夫，名称上称为菩萨，名称上称为佛而已呀。所以一个凡夫找到了自己的本性即非凡夫啊！你找到了本性了，你还是凡夫吗？一个孩子很懒，从此以后知道不能懒，要好好的努力，他已经不是一个啊懒胖子了啊！一个居士能够拥有佛性，他就是佛，他既非凡夫俗子。所以众生平等啊，师父把禅宗那些经典的语言告诉大家。所以众生平等，禅宗认为啊，禅文化那是一个智慧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你的心还有佛还有众生都没有差别。心是什么？心那就是开悟了，它就是佛，心就是佛，所以心佛那是一起的，叫心佛合一。既然此心即是佛啊，你的心既然是佛，如果你没有悟到佛，还没悟到就是凡夫。所以就和众生一样，因为你凡夫就和众生一样，所以三无差别。所以我们经常说了，你好好修你就是佛，你好好修你就是菩萨，你本来是天上下来成愿再来的菩萨，你没有好好修你就是凡夫俗子。佛曾经说过，我们没有度众生啊，当年这个文字就这么翻译的，佛说我们没有度众生。那么佛为什么讲我们没有度众生啊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当你开悟了，你无我了啊，那我问你啊，谁来度众生啊？不是你啊，
无我了，你还有谁来度众生？不是你呀。所以无我了，你修持证得了真正的无我，谁在度众生啊？没有人度众生啊，因为无我了，我们在哪里去了？没有了。就是我今天帮了别人做了件好事了，做过了，我完全忘记了，无我了。你还记得你在做一件好事吗？没有了。做过这件好事就存在于空间了，空间就是空了啊。所以很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，他的境界就是很高啊。做了好事，哎，这件事我做的，那件事我做的，这个人的境界就不高，所以他没有证得空性。我现在讲这些话你们明白吗？所以师父叫你们要懂得什么是佛。佛就是了却了我相，没有我相，那你就是佛，证得了证悟的空性。